彩燕及丁虫。本来我要收这一只的，本来要抓走的。不过它算因祸得福，因为少一只脚，做标本就没什么价值，所以我要放掉它了。因为要放掉，所以才会有这个影片，超漂亮的。很久没有在野外看到这个活虫了，超漂亮的寄居虫，又大只。走了。